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在重庆的第五天啊。前三天在看车，然后昨天呢没有看，因为前天我们看中了一辆 H9， 就是视频里面的那辆 H9， 但是在出报告的时候啊，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，然后呢这两天一直都没有收到商家的消息。昨天问过商家，他们说还在弄，然后今天现在是11点，依然还没有收到消息。然后我呢就决定不再等了，再去这边逛一逛。听粉丝朋友说，重庆这边有家彬彬车行，那边就是说是比较负责任，然后也比较大啊。然后我呢就准备去那边再看一看。有没有这个车啊？如果说是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不在这个重庆这边继续待着了，然后就去别的地方去找一找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车。好，现在我们走着。今天的这个气温的话是有点高，39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凯恩国际汽车城。好，现在我们上去再看一看这边有没有车。上次我们没有逛到这边来，这次把这边也逛了，然后那个彬彬车行也在这附近啊。一会儿打个车过去。地铁的话是还有两站路才能到那边，我就先到这边先看看，然后再去那边再看看。继续今天的选车之旅啊。在这边再看看有没有，有点眼花缭乱呢。这边还是超级大的，你看，顶着将近40度的气温在这儿挑车，我们这也是够执着的。这边是我逛过的。这边是没逛过的，已经逛了一半，没有看到一辆 H9。我的天哪，这个车这么火吗？市场保有量那么少吗？二手车市场保有量，市场保有量是多，但是进入二手车的比较少。再找找，希望能够找到几辆吧。哈佛别的都挺多的，包括像哈佛大狗，它这边都有卖的，就是新出的那个都有卖的，但是这个 H9 就特别少。哦，终于找到一辆哈佛 H9。 你好，这哈佛 H9 是哪一年的？2020年的，出厂是哪一年的嘛？出厂也是20年，也是20年啊。20年，这车好多万公里哦。4月份出厂的，5月份上的牌应该是。6万多是吧？对。这是检验报告啊。我先看一下。S级，右前吸能盒未见齿效，水箱框架有喷漆钣金修护，前防撞梁拆卸痕迹。右前 B 柱内侧非事故变形，非事故划伤。这边是水箱框架，对，它前面可能有一个小碰撞，
有个小的碰撞是吧？但是不构成重大事故。前防撞梁拆卸痕迹，非事故变形。啊，它是一个，它这是五座版本，它这不是七座版，它这个是五座版本。坐版本，哦，还有远程启动哈，带一个远程启动的啊。那发动机的声音还可以，这是五座版啊？对，五座的。然后它是什么配置呢？这是一个低配的。低配的。天窗，天窗没有。今年是23万的车价，24万8好像是这个。哦。我其实想买一个七座版。我刚刚才看到你这个位置是五座。它是一个五座。嗯。想要个七座吧，它这个低配配置也很高，像这个全液晶仪表啊，这边的一个全立式模式，还有一个全湿式去省油模式去都有，配置还是比较高的。它的材料价格是一个外挂后备箱，去买的要便宜很多。那为什么装修公司的材料价格比业主自己买材料便宜呢？喜欢交流这个话题的朋友啊，可以拨打88570。这个车的话，还有少没有？可以少，我可以谈，可以优惠。可以优惠，我先看看，我看看有没有找得到七座。哦，好，方便加微信吗？也可以。加个微信吗？对，要是找不着的话，我们再来谈这个，对吧？可以，好。没有合适的，到时候没看到合适的，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哎，可以。终于出现了今天的第二辆哈佛 H9，这个是改过轮胎的，轮毂轮胎都改过，车顶行李架也有，看看。哦，这个是20年的20款的，好像是个顶配，全景天窗是有的。你好，这车是不是你们的？旁边的啊，好，谢谢。旁边没有人呢，我去，这等了半天。你是不是这家老板？哎，你好。哦，看那个 H9。H9 啊？哎。H9，你打电话。啊？你是这边的吧？哦，你是这边啊？哦，他就这一小格是吧？喜欢肉肉夫妻的话，点关注，强烈推荐，评论，转发。又看到有一辆 H9。你好，老板，这个 H9 是不是 ？H9。哎。哪年的？17年的，是汽油版的柴油版吗？汽油版。汽油版。哎，说。这个连线是我比较中意的连线，看看。哇，这市场上 H9 太少了，逛到现在就三辆。开了。啊，这是17年上的牌啊，这是一六款17年上的牌，就是。嗯，16款就有点。这个车跑了好多公里吗？跑了好多公里了。7万多公里。7万多公里。有没有检测报告啊？这些。检测报告有啊。是，有没有那样事故啊？这些吗？没得事故，就是泡水啊，这些都无事故，无火烧无水泡，没得更换架。这个车
是那高配版吗？啊？是高配版啊，豪华版？应该是豪华吧。标准型啊，嗯，哦，五座的，五座，五座的，哟，这是哪？那儿的是电源，外接电源吗？外接电源，嗯。在之前看的没看到过，有他那个，他那个是外接输出电源，像现在很多电车它都有那种功能的，啊，这个插冰箱，这个好钱？3万多，十三万多，十三万几嘛？13万多嘛？啊？13万多？十三万几？13万多？桌是吧？13万多？13万5？13万多？对，13万5。13万5。几手车啊？一手货，搁到我们名下的。一手。哎。发动下汽车，可以啊，听下声音。听一听。哎，没捡起那个钥匙。哎，不是这个钥匙吗？搜一下啥车？是那个钥匙。哦，找这个车。哎，你阿们你还有一个 H9 了？那个不是 H9，是 H5。17600。全景天窗。360全景。啊。哦，360全景，全景天窗。说错了，对不起。那个检测报告能给我看一下吗？检测报告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哎，我看哈这个检测报告。啊，可以给你看看，都有一块不齐，其他的都是没任何问题。268，非重量车会报销。车可以放心，因为我们上头的车，因为上头那个市场做的比较严格，每个车都必须要做检测报告。嗯。哎，事故车是不允许在上头来的。哦，因为我之前我在下头看的有一款柴油版的，其实我还挺喜欢的，但是它有重大事故，它放到里头还在卖。下头的市场相当于它没得那要求，没得那么严格，事故车事故价嘛，但是确确实实那个车都钣金修复，哎，都只有那个位置有点钣金，它其他的话都是原版原漆。好了，我们再逛一逛吧，我估计后边就没有了，我们就出去 去那个冰冰车行再去看一看。它这个是2017年产的16款，就很奇怪。对，它这个是6AT 的那一款啊。好，这边的我们都刚从这儿绕过来看过了，那边的车我刚刚在那头就看过了，就没有了。走吧，逛完了这个市场，我们去下一个市场去买瓶水喝了，嘴巴好渴，因为有点热。这边出前八道障两元五三
太激烈了，敲了半天没卖出去。有没有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哇，在这种天气晒着太阳直播，我觉得真的是要给个大拇指，太热了。我要走到里边去，外边太热了，逛累了，吃个小面，富小面，吃个面，豌杂面加肥肠。现在打了个车，我们去冰冰车行去看看。好，我们到了冰冰车行。你看车没？哎，看车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们这有啊，哥不得？有 H 九没有？有。有啊。有。太好了。2020年那边不愿骑。2020年有几辆吗？只有一个，而且在老场地那边。在老场地那边还不在这边啊？带你去的车。我的天了，它是20款的。不是。是5座吗？7座吗？5座的。啊，又是5座的。你想找7座的？哎，我想找7座的，因为。家头人有点多，有的时候的话就有个7座要方便一点。7座的，在这个冰冰车行的对面还有一个桥园二手车，啊，过来这边再看看。你好，帅哥。你好，帅哥。你这有 H9 不得？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刚刚问了一下，这边也没有 H9 还比较少的。刚刚和那个冰冰车行的聊，那他们就只收了，这是第2辆 H9，收 H9收的还是比较少。